唐代呢，我们都知道，简约、大气，这是唐代。你比如说，皇帝用的瓷器，行白瓷，就是我们邢台荥阳生产的白瓷，这就是大唐风韵。所以他建的塔，当年大雁塔，当年也是为了，因为那个唐僧玄奘法师从西天取回来的经书，所以专门建了一个这样，它就成为唐初期这个佛塔的经典。因此呢，我们正定这个须弥塔体现的就是当年大唐京城长安这种塔的造型，简洁。当年的用处呢，就是主要是作为供奉佛经或者是佛舍利这样的一种功能。因此这个须弥塔唐朝初期的这种建筑造型